好像在泥里滚了一圈，但是劳动最光荣。昨天下了好大的雨，田里终于有水可以种水稻了。今天我们来帮亲戚插秧。对呀，我来跟你修复哎。啊，爱种哈。嗯。这阴茎也落啊，这方面下网点，你通堆出来，你不会在那里就堆起等。就只上面是种了肉菇啊。肉白种，你写啊只乖。这开始播，到腊月你才好收。腊月你好收啊。七工啊，烧咩唔得？二杯水食啊！哦，蒸老高得无用来浪费。啊，就在干胶呐，我们先外面个包包去滴关了。真香！认得出来哪个是杂草吗？完全认不出来，是不是？混在里面了。这个是草，要把它挑掉。但像我们这种第一次弄的，根本分不出来。这里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这里就有三种：红米、大米、黑米。宝宝这里，拜拜。我向你收回。哎，小干房，就是，嗯，弄个小的好，弄个小，弄只好，嗯，就插进，哎，插，哦，这里的水要深得多。哇，看，陷下去了半个，用两根手指这样捏住，反过来，然后直直的插进去。我感觉比较麻烦的是分这个秧苗哎。你看，哦，这谁？啊，为什么我觉得难分？因为拿反了。一二三四。从哪一面开始插这个秧苗也是有讲究的，看风是往哪边吹。如果这样子插过来的话，刚插进去，那个风都把秧苗吹倒了。狼年哎，我本来是插七列的，现在只剩下五列。这一块好了，好像在泥里滚了一圈，但是劳动最光荣，回去洗一洗就好了。啊
会叫，伊在下面哪有个叫？伊讲有吃，伊无吃，伊讲去高达无吃，讲去高达无吃。阿妈吃着咱卤面啊？袂准你，恁两公休息下坐中央。啊，是老母。啊。爱做餐好休息。阿公不好来，无水嘛，把下去将餐单包掉，买你唔好么就包掉。其实我们弄来藏包料来做着久哇嗯那么久谁在哪做的料谁在做的料啊做明了零零嗯小姐在有没有收着这着这间啊没生意的我家给我那包加餐料加餐嗯不是那个我的来藏我的包没在弄啊，对了，这是我第一次到田里插秧。我们在课本里、书上经常学到要珍惜粮食，但是你不亲自到地里来干活，你是真的不能很切身的体会到粮食到底有多可贵，每一颗都是来之不易的。其实地里很多时候都是沉默的，因为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谈别的，只想着快点把这个弄好。你家在倒来不包场？唔吧，倒一抓来。经常你是港口。港口。经常你是港口。大妹妹，来不晒哦，吃不饱。